大家好，我是宝妹，我是阿波，欢迎收听乡亲的朋友收听咱111年6月13号礼拜一，赶快是阿波老师甲宝妹伫家为你所服务主持两点钟，新农播吉站。来，今天来到我们的星期一，今日这天气呢，讲起来是真好，因为无落雨啊，雨已经冻点啊，但是这是不是暂停的一个现象呢？该有可能，因为气象局讲拜三呢，应该也够有一个雨水，但是这可能就是局部的这午后雷阵雨会比较多。不过咱今日第一节目一开始呢，我先来吼讲到这气候问题，因为有件代志比这天气更加重要。相信这礼拜休困日子呢，大家拢有看到这方面的消息，就是有关这石斑鱼呢，大陆有个禁忌呢，要告白啊。就是我们不能够呢再销到大陆，这和相机边啊，真侪乡亲一点干嘛讲，又过来啊，又过来啊！包括咱的主委嘛，讲吼，我们陈其仲主委干嘛讲，因这个吼真正是讲个歹听啦，我觉得有点小人呐、啊。趁我在生病的时候，你看就公布这样的消息啊！你看哇，确诊的时阵你公布这個，我记得上次不知道是哪一件事情，好像也是在。连续假期吧，也是突然公布这样一个消息，让大家来一个措手不及啊！吼、哦，实在是干妈公吼有够讨厌的，每次都来这一套，干妈公就烦呢。好啦，话又说回来了，既然知道他每次都来这一套，我们是不是应该要早一点想想办法？但是老师，恭喜在这龙胆石斑，是咱台湾呢。算讲产业这个产值相当高的，因为伊这经济价大较悬，价上嘛较贵。一般人讲实在，我嘛就想要食呀，我很想吃。说真的，我真的也很想吃。问题是，它就很贵呀、啊，它真的是很贵。伊、哦、毋是一般的鱼类哦。咱若是讲姑姑啊，一年呢加一两届啊，可能会用的。但是你要甲当作讲吼，定定会当伫咱饭桌看到这吼、哦、菜肴。这个优良的蛋白质，说真的，我很想，但是可能我的口袋呢不够深，这个可能还要再稍微想一下下。但是我现在吼，看到不是说给他龙胆石斑，好像呢大家还担心后续的一些什么芒果啦、文旦啦。老师，芒果文旦难道也真的会危及危危可？可惜啊呢，就危险的吗？会有那么样的危险的处境吗？啊，如果我是这样的话，那不是让人家觉得头皮很发麻？因为咱台湾果实这么多，我们那有时阵跟完对跟我进口的这些水果、莲果已经真侪啊。台湾就本来就是一个吼很多进口哦，甚至很多食物都会进口的一个国家。结果呢，咱这卖物件呢，那是无法都销出去，搁内销的话，哇，那真的就是让你觉得处境吼。堪忧啊，岌岌可危、哦、想到这些很烦恼。虽然讲会当外销，但是像芒果这样的一个东西，你要外销，其实还是有它的一些问题。不信吼、哦，它的一些果蝇，我们是不是能够吼、哦、到一些国家的一些检疫？你若讲这国家无去行善哦，农村不够酸啊。但是一般你若是讲有一些检疫问题的哦，这个可能第一关你要通过它的检疫，再来呢就是。一些耐储存的东西，因为所有这种东西呢，咱就是去吃它的这个甜度啊，你如果太过大才行，有些是可以吼，金黄啦吼，这种太熟它就不能吼，不能采收，它的绿心也不行，但是你那个采收时间又要刚刚好，但是国外呢喜欢台湾的又是爱文这个品种，爱文这个品种呢也不能让你放很久啊，所以想到这个，你如果地缘太远，不是在咱附近的话，这个运输啦，哦，这个一些所谓的一些哦，冷藏冷冻的这些设备，哦，这是不是有法度冷链呐、啊？简单讲，就是冷链这个部分，咱是不是有法度做到迄个程度？现在上条就是讲，文旦跟芒果真的有那么危险吗？会不会又会步入凤梨世家阿够兰莲雾的后尘？哦，这就惊安呢，恭喜在。这是今年因为孙亚可能三量吼，啊，不是讲爆很高的量。如果说量很多的话，哎，真的会让人家觉得心情吼七上八下的。今麦老师去做事，啊不做噶吼，叫你啊辛苦嘛是艰苦。所以老师在你的观察之下吼，啊是讲根据你了解，
我们的芒果笑到对岸，还有我怎样文旦不少，但是我们的芒果这样子的一个水果在对岸的销售情形，包括如果未来是不是有可能是下一个要抬头的一个东西，有没有可能？这个闻风色变哈，其实大家已经拢真紧张哈。那么这个石斑鱼哈，是大陆其实咱台湾卖大陆的这个石斑鱼来底呢。那么真侪人，咱一直咧讲的拢会讲到龙胆石斑哈，龙胆石斑，龙胆石斑哈。那么但是呢，真正这应该是这个珍珠斑哈，这珍珠斑哈，这物件因为。这个珍珠斑是两种，有叫做龙虎斑，吼、哦，这伊是两种有呢去去混合的，吼、哦，这种的这种算伊是较混合过，吼、哦，这是一个杂交种的一个这种这个鱼类啦，吼、哦，这物件是安尼，吼、哦，所以这个比较特别，而且这个是一个日本人在马来西亚，吼、哦，去杂交。去杂交成功的吼，所以呢，咱即马目前伫咧饲的即只呢，即个是其实好像就因为伊成长快吼，啊，过来就是讲伊的一个即个给较好饲的换肉率个悬吼，啊，即个奶屋个咧姐姐环境吼，所以这是咱伫即个旧年吼，并讲。这个养殖的这个部分哈，即目前来讲哈，大概最主要是两大类哈，比如讲第一呢，这个石斑鲫鱼，这个外销其实真济是这个这种珍珠斑哈，咱咧讲的这个龙虎斑，这是一个杂交种啊。那么真正讲龙胆哈，这个。这个也当讲是这个石斑之王哦，这等到呢，这个石斑之王呢，价钱其实是涨没有很上去，因为这物件哈，伊的这个换肉率啦，各方面哦，拢有较无通讲晓，所以大量呢，这不习惯哦，很较少食这种物件，所以即马呢真济吼，所以这个珍珠斑哈。那其实去年价钱很不错哈，去年价钱很不错。过来可以讲，咱台湾购物节就厉害哈，这个开始真正恐怖哈，这全世界五花鱼世界拢是用鳞啊，咱台湾用鳍的哈，这是一个非常特别，而且因为鳍有一个好处哈，伊的这个大小规格拢真有，所以餐厅就介意用的哦，尤其咱即马真侪一种餐厅呢，伊是做迄个个人的一个套餐。那么这人一尾鱼啊，拄啊好大细尾呢，差无工作济啊。那么这嘛是一个很方便的一个，但是真侪人一直在讲因为大陆啊，甲咱的这个技术啦，什么款吼，但事实上也是对吼，咱讲真嘞吼，就是讲这个世界吼，这变讲咱台湾饲鳗啊，饲鳗这技术咱是为对来，咱伫日本吼，咱饲虾啊，嘛是为日本这边去学来。所以这本来就是一种科技的这个研发跟交流，所以呢你讲伊甲咱这个恶气哈，所以在打败我们哈。其实以今嘛来讲哈，就是讲伫这个尤其特别哈，特别是这个种苗这个行业哈，鱼栽虾栽这个部分哈，这大陆这边伊较早可能是靠伊个便宜个劳力，但是即马已经唔是靠伊大陆个一个人力呢，嘛无比台湾俗到位对去哈。但是就是讲其实我们还有很多机会哈。但是即来对就是讲牵涉到为人讲这个是故意的，这吊钢诶哈，这吊钢诶吊，这也是有一点这种意味哈。就是讲为人讲较早拢无问题，较早拢无问题，是嘛？即马拢问题，是安怎较早无问题？是安怎较早无问题，咱即个往来无问题，去日本拢全问题，去纽西兰啊全问题，去澳洲啊全问题，是安怎去中国大陆无问题，干最近去互伊禁掉，旧年去互伊禁掉，那为什么？这当然你也知影，较早无问题，这讲啊歹听的就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哦、就叫做让利啊，伫、哦、这种政治的这个前提之下、哦、不是没有问题是。青菜啦，反正这物件唔是介严重，但是你讲伊有严重就严重，讲伊无严重就严重。你那物件做销日本，你就知影这个日本物件啊，你欠的时阵呢，
那也不会很严重啊，不工作严重的啊，这个也是很简单啊，这个物件呢就很轻松很简单，然后嘛是足简单的。啊，但是呢啊，这个伫日本这边呐，物件呐多哦，这个花啦，什么款呢，伊都要甲你熏蒸，要甲你创啥吼啊？这有做外销的人就知影，这种都唔免烧济吼，反正国际啊，伫国际这个市场内底吼，这不是政府去出卡手，当时也是。啊，其他的人，比如讲，今日我是日本的贸易商，我花都卖未出去，我得卖花，我有进口的，我有这个国内，我国内含南客含客哟，啊，我咧进口的一个这个花，啊，我国内只含南客哟消不了，啊，我进口这个物件嘛消不了，但是呢，啊，你若有问题，是不是？就是你的问题，等嗯，我得把这个责任撒翻头给你啊嘛。感觉没有了解这个意思，所以我跟你讲，你这有熏蒸有创啥，该落分啊，这花败是你的问题啊，分落计小败啊，伊的这种卖合啊是安怎啊？你主人呢，这都不是我的问题啊，我就不会亏钱了。哦，所以这内底有足复杂的一种，话讲啊，敢伫这贸易上拢会安尼吼，这难免啦吼，所以呢。啊，有真济即款啊，当然啊，你即内底讲像即个石斑鱼的即个问题，这个不是现在才发现的，这已经足久啊，吼、哦，这啊，只是讲较早，讲较早拢无要紧，较早无要紧的原因是因为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哦，所以即马其实大家咧紧张的吼，啊，你讲文旦冲上，其实现在啊，台湾的即个文旦哦，台湾的即个文旦，即、这个小大陆吼、哦，这进程呢？啊，差不多20%-30%啦，吼，比如讲伫啊，伫即个满岛也好，吼，还是讲即个啊，花莲呢，即个瑞穗吼、鹤冈吼，即个所在呢，即个所在好。那么啊，伊拢有小即个大陆，哈，即种小大陆。那么伫文旦、伫满岛这方面，大概差不多20%-30%。大概也没有很多哈、哦，这个啊，整体尤其像外岛的这个文旦，你讲要干两成很困难。大概其实啊，两成、三成应该是全台湾平均起来，可能有大概有一部分没有很高。那么比较多是鹤冈，因为外岛的这个文旦，你讲啊歹听的，伫卖讲外岛。还是讲咱岛内个吼，这个文旦伫台湾本身就有一定的这个行情。那么这个物件你运过到大陆咧卖时阵，这不是普通人食起，所以这种外销通常是拢定制，并讲今日呢啊，不啊伫大陆咧做生意啊，我台湾有熟啊，我即马今日要送人客，我送人客，我若中秋节，我若送两罐茅台，我唔怎爱倒，我爱送100个人客啊。啊，按两罐茅台嘛，无偌济啦哦。咱讲真诶吼，这一罐啊，即、这个那是以即卖即个行情呢，差不多2800-3000嘛，人民币两罐6000。你无可能灌一罐啊，你上两罐6000，但是你灌起人嘛啊，未歹，但是他会把你忘记了，你知影吗？你开6000块，开要到30000块的这个代表，结果上去呢，人嘛知影啊，有上累了啊，上啥物？盖先上酒，哎、啊，这大概对啦，不会记得。但是你若上文旦去，个那是好食，可能呢，这文旦伫台湾买一箱，可能原来是爱1700，咱台币吼1700块，运到这边差不多3000哦，差不多。但是呢，我直接甲咱台湾的农民买，啊，我过来我甲你订这个货，就是讲伫台湾的拣好的、拣水的，无咧拣肉的，因为若要送呢，伊无可能送肉的。啊，所以一定的，因为你就是给你3000块，你送去，哇！一提到这个文旦的时阵，大家人拢无，伊食起来伊会急急，讲这就是咱这为台千辛万苦去台湾的这个啊上古早文旦的这个生产地去满岛去岛那个这个台湾上好的这个文旦呢，啊，给买过来啊，送到你这手的，好、哦，这不同款。啊，这个时阵，就不是价钱的这个问题啊，因为这干那我有俩哦，这我送这个物件，你也知道我对你的这个重视。哦，迄种可能你讲啊，这偌贵哦，大概1000块，你含这茅台比起来，可能呢啊有较省一点嘛。但是呢，迄意义是无同款的哦。你省钱，人个会积极你讲，吼、哦，迄某人甲咱提来迄个文旦，真正足好食，有够好食。即马那个中秋节时阵，就去感觉讲，哎、欸，阿塔即个许啊，那较早阮姐啊，因头家吼。哦
拢买咱太保啦吼，家己泡煮这边吼，去家家因为不下地基附近，拢买只小番茄，即爿小番茄呢就送去送去呀。啊，伊那是过年，还是讲即个通常是过年年前伊就开始送。哦，有当时啊，同一个客户送一箱吼，啊送一箱了呢，啊，那是讲诶，搁敲电话过，搁甲送一箱吼，一件一件一直送。伊讲算算诶吼，这送一箱诶，干嘛要差不多成本差不多伫2000块，然后咱算较廿较悬吼，一般差不多是1500左右嘛吼，但是挂运费挂即个吼，伊讲平均起来袂超过2000块，但是这2000块你若是买一罐洋酒送人诶时阵，大家都把你忘记了。哦，啊是讲你买一个茶叶，买一个啥物物件，你伊嘛是这赶过去送别人，但是呢，伊送这小番茶给伊的时阵，因厝的人拢有食着，伊的朋友拢有食着，拢食着足好食，人大家拢印象足深啊。这个啊，对一个这个景，对一个啊档的呢，送这个就真好食呢，吼、哦，很好吃安尼，吼、哦，你看这个意义就不一样，所以。满刀这个文旦的大陆有两种经营，一种就是像满刀这部分，这个吼，这可能影响这伫市场上的影响无真大。啊，但是你若像鹤岗这都差，鹤岗一年吼，差不多像以去年啊，不啊所知影大概差不多25000度哦，比如讲伊一年鹤岗只只25000度，那么伊这内底差不多有7000度。7000栋呢，是销这个中国大陆，哦，就是讲有这个7000，因为这物件吼，伊较好卖啦，所以伊差不多有30%，将近要到30%的这个产量呢，是做外销，啊，这外销内底有90%是中国大陆，哦，那像咱台湾的这个石斑，中国大陆占95%，啊，那么剩的5%呢，剩的95%，剩的4%贵是去上家去香港。就把它吃掉了，这影响就足大。好、哦，所以其实大家拢开始咧担心、哦、包括像这个食客吼，伫咱台东这边这两家，但是呢，这个我们这种姿态还是很高、哦、所以我是感觉讲有时候呢，这个但是酸呀吼，酸呀，其实我是觉得你酸呀，你唔免去想，好、哦，酸呀呢，大概。你还知影吼？这个中国大陆呢，即马吼去年6月开始呢，其实大陆的酸啊已经销日本，大陆的酸啊已经销日本，哦，这个对日本的这个销售的这个量呢，其实是很可观的。哦，你们难看伊开始咧行，比如讲咱台湾哦，这个其实咱。出口的这酸啊呢，大概差不多不到10000栋，9000几栋啊，9000几栋，大概在9000多左右啊。那么中国大陆占其中一部分啊，比如讲那是以大陆来讲，差不多将近4000栋。那么香港嘛，将近差不多4000栋。那么韩国哦，韩国不到1000哦，日本哦，咱刚刚咱拢想讲咱这个酸啊卖足济去日本哦，其实呢。咱一年卖去日本的山啊呢，大概不会超过700吨，未超过700吨。去年以去年来讲，好，所以那么日本进口的这山啊，上多是对几只？好，其实就是这个墨西哥、泰国、菲律宾，加上台湾。那么咱你哋干嘛讲咱的一个这个又真销售真好势？吼，在日本呢，因大陆呢，因有去做真济，即个虽然咱品种是以爱文为主，但是中国大陆呢，销日本的一个酸啊呢，唔是爱文，哦，所以要强碰的这个机会有啦吼，唔敢讲无，但是唔是遐尼啊直接吼，唔是挂个见骨吼，伊最主要是咱咧讲的即个红金龙这种的一个酸啊吼，即个物件呢。这是小日本。那么今年这个底下不所了解到我去问到的这个因所在海南这边去做的呢各有一部分就是讲，唔知哪吼，伊特别是一个这个比较特别一个这种叫做因在大陆呢叫做贵妃芒哦，贵妃芒哦，谢谢了吧哦。那么这个物件呢？在大陆一个基金宝，谢谢你吧，好、哦。那么这个桂花芒果，桂花芒，这台湾哪有人种？哦，这真侪话讲，这个
诶，咱大陆种的这个桂花芒哈，有人这么讲哈，就是讲啊，为台湾退桂，其实这个是刚好相反哦。这个桂花芒呢，确实是伫大陆这边的这个品种啊，咱台湾人去改引进哈，引进来改这个啊，这个嫁接哈，所以呢，这种呢有一点点不太一样啊。这个呢啊，这几年营销日本哈，大概有一点点上来。那么台湾够一个，就是这个下雪哦，下雪呢，甲着一个咱台湾较矮的这个啊，这个蜜雪啊，这两个品种呢，事实上呢，啊，可能对日本来讲较重，销日本较重要。那么销香港哦，销香港，因为香港的一个酸的消费量甲整个中国大陆消费量是差不多，以咱外销来讲，那么咱销香港最主要是销啥物？销金黄。哦，这些香港人呢，对咱的这个金黄呢，啊，这个特别这个捧场，吼、哦，特别的这个捧场啊、哦。那最近就是讲，伫这个金黄以外，咱台湾的这个玉门啊、哦，这个量呢，啊，其实他们很喜欢，吼、哦，尤其上海人，哦，上海人呢，啊，特别爱这个玉门，啊，加着这个台农一号，哈、哦，这台农一号其实啊，不也无啥爱食，吼、哦，这有一个足特殊的迄个捧开啊。那么有的人呢，讲迄是芳溃，啊，我是感觉讲那个味道，我也不是特别喜欢。啊，这食的物件都真歹讲吼，所以这个品种，所以啊、影响到这个中国大陆啊、哦、这部分呢，那么其实也没有太大的这个哈、哦。那么这种呢，可能很难拿哦。你讲你对伊有啥物足大的一个啊，对咱整个，包括咱台湾有一个这个啊，所谓这个国家队哈、哦，这啥、个、物？啊，反正台农花、台农土哈、啊，这种当初这个啊，安尼变变叫哈，这肩负起咱的一个这种外销的一个啊，这个龙头，但是呢，实际上这料啊哈，这个、啊这几间公司拢料啊，更唔敢哈，这虽然是国家队哈，但是呢，这内底啊，大概呢，比如讲也资本额哈，差不多了一半以上的这资本额，真可怕。那么未来哦，这物件呢，你讲酸呀哦，酸呀本来就是不太容易做，你要做外销啊，这物件本来就真歹做哈、哦，本来就真歹做。这咱也是讲啊，讲一个这个属性、哦、啊，所以大家拢开始在计算啊、哦、啊，大陆呢，伊非常清楚知影讲这个物件变哪改，进前可能那好来好去，大家都卖讲啊，这个嗯，较早拢无问题，对啊，啊，这生意哪做，大家无问题，但是呢。啊、我甲你买物件，好啊，搁底下互你扯干辣椒。比如讲，今日咱去一个菜市啊，吼、哦，去菜市啊呢，啊买猪肉，吼、哦，啊这个人去卖猪肉的嘛，甲咱讲，哦，啊这个帅哥，吼、哦，奇怪，边啊都无帅哥，哦，原来伊咧讲我，吼、哦，感觉讲嘛，感觉真啊真好，啊，甲足亲切的，啊，帅哥，你今日要买啥呢，吼、哦？啊，这个那有当有诶，头家真厉害。啊，迄工买地基，啊，你感觉安怎？啊，这有好食无？啊，这物件安怎？诶，你是毋是感觉真爽？有被重视到？啊，咱就开去甲买嘛。啊，你若讲一个来讲，嗯，啊，迄、那个大块诶，啊，你搁来啊？啊，你买猪肉，啊，他足久无来甲我买猪肉。啊，我这个顶界卖你诶猪肉，啊，这个你他讲我诶猪肉无好食是安怎？你想我后界我会搁去迄个地点甲买猪肉？无代无志。对吧？我是较大、较项链小块尔，一直讲我大富大，无你嘛叫我大富就好啊！你嘛叫嘛唔通叫我大富大。哦啊，这种就是讲，这咱一个客情，这做生意的是安尼，这有来有去，有时啊这确实啦哈、哦。你讲无政治的一个那个是骗人的，绝对是有政治的。但是今日咱哪有法度把这物件做好势的时阵？啊，人要甲咱徛空就徛无空，今日这个往来出代志，咱消去纽西兰嘛出代志，消去日本嘛出代志，新增消去这个啊、这个新加坡无新增吼，但是欧心消去这个啊澳洲伊嘛出代志，啊澳洲其实是无消去，澳洲是干那袂往来赶尔吼，无袂新鲜的一个凤梨，所以你就怎讲啊，本来这个工课咧做的。足歹去做吼，所以呢，啊，即马大陆当然暂时甲这个市场来解关起来，但是咱应该是要来检讨家己啊，比如讲这个啊，比如讲像麻，咱咧卖日本的时阵吼，咱饲麻，大陆嘛有饲麻卖日本，啊，是安怎咱的市场一直无麻同款，咱台湾嘛是同款咧饲啊，是安怎这个咱麻销日本无代志，
哦，你照讲，你啊讲，我那是做了真好势。我今讲啊歹听的，就是讲今日我做甲足伤势。日本，甲咱买麻的，咱就饲无够通互伊食。啊，你敢得去喊别人做生意？唔免嘛，即间就足强的啊。啊，但是有时啊唔是安尼。啊，为什么日本有材料阁继续甲你买？啊，即、這个中国大陆伊嘛足想要甲麻卖去日本。啊，但是有时啊，就是。啊，去做嘞，做嘞，做嘞，做嘞。当然，即马嘛是消未少啦，吼。但是你要怎讲啊？因整个的从啊，为这个宅啊，到这个成品哦，整个的一个这用药的这管理啊，这嘛是足重要，啊，这足重要。啊，当然，大概咱也讲到讲要搞这个啊，世界贸易组织要搞这个 WTO 申诉组往来讲，噶即马，当即马是变哪有一个？啊，其实也都没有什么申诉啦，吼、哦，所以呢，啊，每一遍咱一直咧啊，一直咧讲这个药，啊，讲咱这个啊，四当前的讲咱石斑鱼呢，啊，已经会开拓其他的这些市场，但是讲啊，即卖99%啊，是被中国大陆包括香港，吼、哦，所以其实有当时啊，这种就是一个饮食的这个习惯，日本人嘛爱食鱼啊，是安怎伊不爱食呢？因为伊这个龙胆石这种。龙虎斑，你若讲食生鱼片啊，创啥好像没那么好吃哈、哦。但是龙胆石斑都无同款，可能啊。但是这龙胆石斑做生鱼片，嘛是咱台湾咧食，日本人好像也不太喜欢吃。啊，所以就当时啊，就是一个市场的一个开拓呢。那么这个无啥啊，无啥简单啦吼、哦。所以呢啊，但是呢，有当时啊，这种问题吼、哦、还是很大哈。哦那么这边呢，其实就是禁药，而且禁药这足侪人嘛，已经知影讲哇，这停药期，啊，这有当时啊，一寡这问题还是没有去解决啊。啊，你讲日本这个药呢，也是没有被啊，所以呢，有当时啊，你讲啊，这个很简单哦，反正你就讲啊，这大陆政治操作啊。那么较早也当睁一只闭，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哦，这物件呢，那么有当时啊是。这个确实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哈、啊。那么这但是这嘛石斑鱼哈，石斑鱼反正咱台湾人嘛是啊、有办法把它吃掉哈，唔知影啦吼。这可能啊，但是呢，对渔民来讲哈、啊，这去年石斑的枯竭的这个行情是虾米款，这嘛变做虾米款哈，你就怎讲啊？这个会紧张未紧张？好，所以这目前的是安尼哈，所以有当时咱。啊，必须要去了解到，吼、哦，就是讲，那么真侪这个物件，吼、哦，真侪这个，现实，吼、哦，这个市场就是摆在那边，哦，比如讲日本今日要甲你买这个麻，那么伊嘛唔是无条件甲你合理来啊，吼、哦，伊嘛是甲你限制，吼、哦，为这个麻仔，吼、哦，为这个啊麻仔的这个惊你过度捕捞啊，为这个麻仔开始饲的时阵，你都要登记。那么当时开始饲，当时用药用什么物件吼？这种生产履历啊，拢要求较足清楚。啊，咱为着要做日本的生意，咱会当安尼做。今日假设吼，咱啊总共有材料安尼去做这个石斑的这个生意。那么出问题的时阵，中国大陆吼无理由甲咱禁掉。啊，迄阵咱唔只大声，但是即卖呢啊，这个我较早拢无问题。啊，不，甲你讲，较早无问题是因为。他真的是让利，伊真正是无个啊，这无要紧啊，这改一下许吼，下底过就好过哈。这个房咧，你呐看迄个伫进前伫厦门这边咧卖往来吼，哇，那个中埔市场这边只，哇，迄卡是这个惊死啦哦，这是安怎讲叫做惊死啊？迄货柜一个礼拜到厦门的这个港口哦，已经这台要拖去堆，已经就拢等因啊做集合啊吼，哎、哦，你甲看。看迄中盘偌好谈，看迄中盘上，都唔免等一个干几百阿得要，阿得即拖去，他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但是呢，即、這个物件就是讲任何一个啊，即、這个就是讲反正即个世界吼、哦，做任何事情就是怕认真啦。吼、哦，即大陆那边含你认真对待的时阵，你讲去打问题哦，你变哪去含人？你怎么去跟人家即个投诉靠什么路用？啊、我都验到都有药啊！我验到都有药啊！我袂使禁吗？咱乃至过纽西兰，唔是甲咱禁掉吗？咱敢敢敢屁敢放一个吗？你敢敢去甲澳洲、甲纽西兰讲，我来 WTO 甲你告，点点吗？哦，所以有时候不要太这种情绪上的迄个语言哦，确实
但是就是讲，伊为着哈，任何这动作其实真的都是统战啊，不必须安尼甲和平讲啊，这是统战。但是你无好啊，咪讲啊，安尼都我都甲咱统战啊，咱台湾嘛就落得水诶，是不是安尼？好，所以应该是去了解哦，这物件呢。那么其实哈，比如讲像这个日本哈，日本呢已经和中国大陆这边呢，它有一些东西哈。啊，讲甲真好势，吼，比如讲伊山啊过去，那么山啊我有你几摆，吼，我熏蒸啥物，咱台湾各有啥物熏蒸创啥，吼，这边呢，这个很简单，吼，这物件呢，伊也无买，伊咱台湾买山啊要出口，咱所有的设备爱甲日本买，爱伫境外检疫，啊，比如讲伫台湾这边的处理又好势，熏蒸，含中国咧，甲中国大陆买的时阵。伊敢有叫中国大陆买因的设备无啦？敢有叫伊境外检疫无啦？啊，为什么因管理安尼？因为呢，即内底是安尼吼，就是讲即、這个中国大陆甲即因即双边贸易吼，因他们其实是一个即、這个基本上吼，基本上是一个叫做在同样一个即种即、這个架构底下吼，那么伊是一个自由贸易区。中国大陆足想要甲山亚卖过日本，唔是即马的代志，已经足久啊吼，即想了很多年了吼、但是去年开始就已经成功啊。那么伊含大陆成功了，伊最主要是日本为虾米管理吼安尼做？因为呢日本有即个葡萄吼，日本的葡萄，因为大陆的一个即个阳光玫瑰吼，大陆叫阳光玫瑰，日本叫麝香葡萄。那么大陆的即个阳光玫瑰呢，卖了足少，但是呢。大家都认为阳光玫瑰不好吃，日本人不服气、哦、所以呢，因的为这个日本呢，加一种足高级的这个号称葡萄界这个爱马仕、哦、那么这个物件呢，的入去这个中国大陆的借这个机会，加以做一个这个交换。那么伊这个物件成功了、哦、日本的这个葡萄成功，中国大陆葡萄种足济哈，你爱怎样？但是伊这个物件。成功入去，因为大陆较粗放吼，即到目前为止还是啊，当然一直在进步当中，但是基本上整体甲算起来吼，即总体成绩就是讲，即种像即个阳光玫瑰被做甲像日本正好的呢，即能够达到所谓麝香葡萄，因为你完全是一个品种，但是种出来是两种味，很特别啊。即、這个等讲，啊，这阳光玫瑰嘛，无偌好食。但是你食到麝香葡萄的时阵，你干嘛讲这个天底下怎么有这么好吃的葡萄啊？这种东西，这个味道怎么那么的好啊？呢啊，感觉品鉴。所以，这个物件已经有入去，入来中国大陆，搁一个呢这个超乎我们想象哦，草莓。草莓呢？中国大陆今年为日本进的这些草莓，这个量呢，非常的这个可观，所以也有一种这个贸易的这个交换哦，大概是有这款的这个情形哦。那台湾最主要哦，咱山啊、爱文哦、爱文，那么所以呢，他们中国大陆呢，其实有一些较无同款哦。这大陆呢，因最主要做的就是咱讲的这个黄金量哈。那么一个类似这种吼，这含咱有一个台湾有一个叫红金龙，一、那个农民党一号吼，这嘛叫红金龙，但是这两种无啥共款。好、哦，这两个呢，其实但是有个人讲，这个物件就是这个农民党一号哈、哦，但是呢目前呢不啊，个人看到其实并不是哈、哦，这个。这个应该是伫即内底呢，在有类似的一个，但是因为这农民党吼、哦，这个品种吼、哦，这个品种呢，伊较无这个水分吼、哦，较无芳溃吼。那么过来就是讲，伊的色水呢，种了无像咱爱文遐尼水吼，但是呢，你袂堪要互伊食了惯习吼，虽然无介好食，但是台湾的山药伤过头贵的时阵，日本即卖经济嘛，毋是咱所想的遐尼啊一个。积累好势啊，所以呢，还是多多少少哈，多多少少有这个影响。那么今在哈，这其实山亚对咱来讲压力没有那么大哈。这这个古尼兰的消息，这方面其实都有一些哦，倒是就是讲
压力呢无特别即个大，今年呢应该山也是无啥物压力吼，因为啊产量足低哈。那么但是呢中国大陆相对呢，伊嘛无物件通去卖日本吼，因为今年呢山也嘛足吃力吼。那么所以呢应该在市场上齁，但是说这些东西如果没有的时候啊，他就不会特别作怪齁。那么台湾齁，台湾实际上齁，实际上我们在这里面齁，就是说啊，对我们给它看起来齁，比如说啊，进前我们可以卖过中国大陆的一个水果里面齁，比如原地呢啊，这个就是说像往来啦齁，那么这个石器齁啊，这拢总足成功诶吼，木瓜原来有吼，木瓜有人伫台湾进入去大陆卖吼，进入正规大陆卖，确实原来做了未歹吼木瓜，但是这量无大，搁一个是咱无爱食杨桃吼，杨桃呢大陆呢非常喜欢。即、这个咱台长捌去参观过，有一个咱台湾人吼，彰化人呢，啊、即得过农民奖诶吼，即神农奖诶，伫大陆这边呢推即个杨桃即个品种吼，即、到目前为止吼，伫即周边厦门即周边诶一个杨桃，但讲拢是伊诶徒子徒孙，但是没有一个人超越他吼。啊，伊即个老谢吼，老谢。尾啊呢，这个带小谢啊，小谢今嘛个变老谢，吼、哦，个带小小谢，吼、哦，已经甲第三代人咧经营这个杨桃，那这个也是可以啊、哦。啊，酸呀，吼、哦，芭乐可能基本上台湾玫瑰大陆的这个量，因为目前大陆这边种，因唔知奈他们对芭乐吼那种较无遐介，吼、哦，伊特别喜欢这个咱台湾的莲雾。大陆莲雾种真多，但是迄个味道呢就赶不上。那么这一两年来，上恐怖的就是槟榔，哦，原地袂使，即卖会当为台湾过，啊，因为大陆的这槟榔哪只哪只，伫海南种的，伊根本无够通食，所以咱台湾有一寡啊，原地这个啊，拍干啦，创啥，就是讲较早挂来红肉遐吼，对，啊，咱咧食的一个槟榔，拢食它。食较甜粒吧吼，啊大陆食诶呢，因拢食较干吼，因食较干粒吼，即种呢啊，你也知影伫因做加工吼，所以即不啥共款吼。那么目前就是讲伫台湾，咱有从即个枇杷啦、梅啊、桃啊、李啊、柿啊，啊即种你都唔免想吼，即咱绝对啊，即个物件吼，咱完全就是啊，即个变无啥会贵吼。那么搁一个就是即个椰子吼，椰子诶即个市场。椰子的这市场你要卖中国大陆，那个也是不可能的。咱拼袂过泰国，吼、哦，这个啊，而且这个泰国的这个椰子呢，真侪是大陆人去经营的。好、哦，比如讲啊，不啊，伫台湾卖椰子，吼、哦，还是讲咧卖榴莲，但是呢，啊，可能阮小弟就是伫这个啊泰国咧种榴莲，吼、哦，这大陆足侪是这种，还是讲因啥物亲戚，吼、哦。那么伊含即招甲日本学诶吼，比如讲日本诶商社伫菲律宾种香蕉，啊，伫即个厄瓜多尔，伫即个巴拉圭、乌拉圭因种香蕉，啊，然后呢销到日本，吼、哦，即、这个、道理是同款吼，所以啊，即变作是一个垂直诶即个产业链吼、哦。所以香蕉吼，即个物件咱要卖即个中国大陆吼、哦，那么这个相当有限。啊，原地吼、哦，原地咱是认为讲槟榔吼。哦这个要销大陆，这个、可能无啥可能，但是这两年来吼，这个可能呢啊是一个异军突起吼，这个、有当时啊，台湾无要爱遐物件呢，伫大陆呢介绍拢袂歹吼啊，所以呢，这个槟榔呢事实上是有机会的吼、哦，所以今日讲到这个外销的时阵，其实啊，我甲一寡槟榔做者当前，我都甲。应该大概在2014年左右啊，我都甲咱啊一寡屏东的一个好朋友咧讲吼，讲这条路恁会当去尝试看看啊，所以呢有介绍阮一个朋友伊咧做，伊本来就是咧做这个中盘的嘛吼，这个做盘商，那么我就介绍伊他们这边熟悉。那么我甲伊讲，你甲迄、那个你别你迄种伤瓜破开红肉伤瓜遐吼啊，恁拍起来遐、那个。因为国外的这种呢，可以想办法卖到中国大陆来，而且伊最主要伊是做加工咧用的吼，所以啊，伊个外观了较吸水啦，是安怎吼，还是讲小冰一下冰料呢，就判看面，拢有在条卖钱。所以伊感觉讲，伊讲较有可能，因为咱食是食青嘛，大陆是食干吼，所以
这几年来呢，因2014年介绍熟识，2016、2015年无做成生意，但是这个又过过来台湾和咱屏东这边又去接触，吼、哦，2016年呢就开始啊，2016年就做一点点啊，2017年、2018年、2019年，就尤其到去年的时阵呢，哇，这个量呢真的是屏东这个咧讲的讲，根本呢。改成更加多就拖去播，但是这咱台湾无统计这数字哦，这个部分量很大，非常的大哦，这甚至可能呢是这个属于异军突起啊、哦。那么，但是因为咱较无鼓励嘛吼、哦，因为这这种就诶这个考量吼、哦，咱台湾的这个算生产成本较悬啊，但是呢你还知影吼、哦，台湾外销的这个槟榔呢是假外品。哦，唔是咱台湾要食迄种槟榔，哦，这完全是无同款，就是讲，简直是讲，像美国为虾米做爱含咱做爱卖猪肉，咱因为因无爱食猪肉呢，猪肉好是咱上介意的这猪肉，比如讲因的五花肉，他们不太喜欢，哦，没有吃那么多啦，讲不喜欢其实也伊做培根、做葱啥、做加工嘛，是爱用着这个五花肉。那过来就是讲一寡食的。猪头、猪脚、猪心，即个有诶无诶，即个吼，即个骨肉必食诶，即种呢，吼，比如讲像伫中国大陆，有人专门走去爱尔兰做生意，做啥物生意，专门去爱尔兰买猪脚，吼，即个猪脚处理哩诶，吼，然后运用即当冷冻嘛，吼，运过来中国大陆，因为中国大陆做者做这猪脚饭诶，吼。那也是生意也是很不错、哦、所以呢，就人家的是一个饮食习惯的这个这个改变、哦、那么目前当然即马呢往来已经调商啊吼，设卡吼，那么这个后边吼、哦、后边排队的吼，就这人咧讲的讲伫后边排队往来设卡这大陆吼，但是这个大陆近年为国外进口的这个木瓜吼、哦，因为大陆这木瓜拢无通讲介这个叫吼，那么无讲介好势吼。但是咱台湾伫这个木瓜呢，伫大陆呢是有优势的，因为咱咧较甜啊。吼，啊，比如讲因贵其他的所在进口过来，这个木瓜呢拢是较歹食迄种木瓜，所以伫这个鲜食的这个市场，虽然咱出口的这个量无济，但是这是一个。很大吼、哦，就有这个优势吼。这几年应该是从马来西亚这边的这个比例较悬，但是呢，台湾的这个优势呢是有的吼、哦。咱其实呢，咱的这个最主要是这种运输吼，咱给足近呢吼、哦。这个呢，因为小三通的这些关系嘛，吼，虽然起码通货不通人吼、哦，所以呢，这物件呢，其实还是有优势。那么油豆这嘛是咱较无咧食。哦，这个呢，我们不吃啊、哦，我们吃很少啊、哦。那么大量呢，有这个进口的这个羊肉呢，差不多100%。哦，这是有好朋友呢，甲不阿讲，讲超了100%，你伫大陆看到的这个羊肉，那是进口的，足水的这种啊，足济呢，拢是来自这个咱台湾哦。所以呢，这几年哦，这个要搁有这个羊肉的这个存在，其实拢是。拢是靠这部分，那因为这个量较无遐尼大吼，较无遐尼大吼、哦，所以呢，这个羊肉呢其实是很有机会的哈、哦。那么南部已经这个机会吼、哦，大概一直在消失当中吼、哦，因为呢这个、泰国吼、哦，泰国的这个南部呢，那么没有那么好吃，但是呢伊的一个品质足稳定的吼、哦，台湾过来这个过来大陆的这个。南部呢，真济吼，真济都是属于这种高端的一个产品，但是呢，咱去含人学一寡这种这个找一寡较无讲真有代表性的一个品种吼，所以呢，目前伫这个市场上还是急速在下降当中，就是讲这个量一直去哦，太空呢。改这个出台去，而、这个、泰国本来就占足快吼，因为泰国呢，可能就是占差不多97%以上，97%到98%，咱台湾可能占得2%、3%安尼尔。但是咱入去拢是高价，结果你即马家己降一级看这个泰国呢选同款的姐姐物件吼，一种庆忌的吼，说当然咧看奶粉输，结果去含泰国都白赢啊。你讲咱这个庆记有比泰国较好食无？有，绝对较好食。我不敢讲，你甲你挂保证吼。虽然
啊，我一直认为迄种物件足歹食，那个不是莲雾哈，啊，我一直认为讲伊种是莲雾，但是呢，啊，伊就是奶粉酥，所以呢，有个人就提台湾有种这种物件去含，啊，泰国的这类首都，那么伫大陆的这市场，事实上呢是没有的哈，就没有那么的好哈。但是啊，这个咱台湾真侪这种啊莲雾的这市场，其实真的拼不过泰国，因为咱的物件足快，足容易去找到、撸到、弄到啊。那么同款哈，就是讲莲雾甲文旦哦，伫大陆做了成功的一个销售，拢是最高端的迄个市场哦，上高端的市场，比如讲伫上海、伫武汉。哦，伫即个厦门，哦，伫即个深圳，哦，即种即个啊，北京吼，即种大都会，吼，啊，即真侪有诶是即种台商百货，比如讲伊即本来就台商咧做即个百货公司，专门咧卖台湾诶物件。那么卖台湾诶即物件，伊就进一寡来做客、做礼品来送啦。啊，即种物件呢，啊，拢是即个产地原选，吼，就是讲伊含一般入去市场诶一个啊，即种通货，吼，就是讲即种。啊，这个一般的这个流通的货品是无同款的。啊，这两下虽然量无真大，但是呢，拢徛伫真悬的这个介绍。啊，而且啊，就是讲伫这个礼品的这个市场相当受到这个欢迎。所以这部分中国大陆为什么真侪人讲啊，这可能会紧张吼？那么那是要紧张，应该是鹤岗那边来紧张。啊，鹤岗的这个文旦有可能去拖着满岛的这个文旦，因为。伫满岛即个出去的即个文旦量无真济，但是伊拢是即种定制的，所以迄拢是啊派人自头过到尾，出问题机会足细，基本上不太会。但是鹤岗这边，这就是啊市场咱咧讲的菜油啊，即种的这吼、個、啊，即种较容易出代志，所以有可能真济你咧紧张，应该是鹤岗这边的即个文旦，即马你紧张就是讲有可能去拖到即个满岛。啊，无应该是袂。啊，那莲雾吼，你唔免惊吼。莲雾呢，这种物件本来就足歹卖吼，所以啊，这个要大陆要去甲你处理这吼、個，他可能也是很懒啊、哦。这物件一点点啊，伊他根本是懒得去啊去理你吼、哦。啊，这过来就是讲像一挂这个蔗啊，这种呢，这可能啊，虽然讲会当出口，但是蔗啊这种物件，不啊印象内底呢。啊，并没有哦，这种呢，啊，因为因家己本地呢，这个尤其伫这个江浦、伫东山、分销哦，这边这家家伫大陆家种足侪这蔗啊，吼、哦、这啊，而且蔗啊，你知影伊迄野条变异吼，大陆嘛是家己选出来足侪种啊，适合于当地即个一个品种哦，所以呢，啊，这款呢，这个效果上哦。这还不错哈、哦。那么，咱一直咧强调的是讲，其实中国大陆对咱来讲呢，啊，这种是一个叫做片面零关税嘛，克法早收清单嘛，哈、哦，这种呢叫做片面零关税。其实咱咧谈的是谈第一个，哦，本来咱伫台湾这物件都无俗啊，现在伫中国大陆伊要个解气，哦，就是因为啊，伊无这个关税，这个关税呢，佮加落的时阵啊，咱的成本呢就会再增加嘛，哈、哦，所以啊，大陆这边呢可能。物件好，崩好哈，但是啊、这几年也没有那么好了啦。哈、哦，这你那讲的啊，2004年、2008年那些时阵哈，啊是讲差不多的大陆呢，大概都是为2008年哈、哦，这北京奥运哦，2008、2009、2010、2011、2012哈、哦，但一二就已经开始了，就特别是2008年以后的那4年啊，这个整个国家是疯了哈、哦，这。啊，这种经济这个成长吼，拢是两位数的这个成长。那么这个房地产起价啊，这个公务人员的薪水一直发吼、哦，这个奖金一直发哈、哦。那么伫厦门这个科并讲伊的地位大概像咱嘉义县啦哈，嘉义县卖讲伤细哈，嘉义县的这个农业局的这个局长。啊，农业局局长啊，局长啦，哈，这，那么他一年的薪水呢，大概在36万人民币，然后再加上奖金，大概就是48万到50万人民币，好，能八几万，一个局长，台湾的局长无遮好给哈。所以你就知道整个国家是有点太疯狂哦，循规蹈矩疯狂啊啊！但是呢，这个这几年哦，
你看他经济也在成长，但是一种啊，一种疯狂哦，疯狂买，疯狂的这些嘞，就没有那么的这个明显。但是这种啊，因为唔免足侪人甲咱买吼，啊，不像讲的就是讲，即你都未看咩，伊的这个量大，已经靠遐尼侪。啊、所以也起来一种经济体量、哦、全世界有对一个国家有像一种的一个这个啊，这种的一个这个经济这个体量、哦、其实这个大陆消费的能力是下降的，这个是这样免小济哦。但是呢，啊，爱吃好的人呢其实是越来越多，但是以总体的这个消费其实是下降的，这也是属实。但是咱的物件都不是。跟你讲，都唔是入去做通货咧卖啦，哦，唔是做一般嘅物件咧卖，所以呢，啊、这是真侪人是想不透这个问题哦。大概哪咧讲，比如讲像啊，这个物件哦，他就需要，比如讲像沙巴鱼，沙巴鱼大陆就沙巴山嘅叮当，虽然啊，因嘛是进前有嘅吼，但是足侪台湾人很，像阿伯就足爱食沙巴鱼，对不？我唔知啊，但是大陆这边唔知喏，因他们就不太喜欢。啊，但是这个啊，石斑鱼呢，吼、哦，这个、尤其珍珠斑的这部分呢，啊，又是这是咱差不多台湾外销吼，一旦讲百分之一百拢消大了。那么未来这种问题，吼、哦，就是讲啊，这个如果吼、哦、两方吼、哦、双方面吼、哦、站在同等，这个同等地位贸易的时阵呢，咱是不是有法度？啊，比如讲像咱含纽西兰，哎，咱跟咱进，那我们就不讲。那我们有没有办法外销？这是咱来去努力的一个所在。这不是想要讲的是安尼。哦，啊，希望讲啊，我们更理性去看待，哦，更加理性去看待这个物件啊。那么这个影响其实还是会有的哈、哦，但是啊，芒果啊，我个人呢是稍微乐观了一点点啊、哦，嗯。